的健康的成长。只要你献出一片暖暖的关爱，那么你的心就给了另一颗心一座真正的天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心灵讲座。所以现在我们为六道众生做简单的上供下施。当然很多人会问我说，师父晚上还供佛吗？那你搬来美国就知道了，我们这边白天那边晚上啊，那个佛是24小时的，只是说为了六道众生，那我们呢让他为他修福报啊，他之所以堕落为鬼道乃至下地狱，因为他没有福报，对不对？那没有福报，我们为他修福报。所以各位前面有看到灯，有看到花，有看到水果，有看到种种庄严的供养，前面还摆了这么多香，这些香我们要供佛。这有什么香？捏下来，椰奶甘露香、慈悲甘露香、不丹圣香、药师香，今天准备了4种，下课以后带回家，好不好啊？先拿这些香来供养佛，然后呢，愿佛加持这些香化为甘露。各位以后在你门口可以点一支，点椰奶，哦，好香啊！不是插在你家啊，外面，你家里打开，外面的树下，把这个香布施给那些鬼道众生、中阴身，他们是以香做食物的，但是因为三宝加持过，他们可以闻香得解脱。啊，前面还摆着水，来，义工菩萨麻烦一人发一瓶水，这个水拿来供佛，一杯水供佛，回向给鬼道，84000个鬼就可以升天，相不相信？你一定要相信佛讲了，你怎么可以不相信？不是海涛讲的，佛在经典讲，为苦难众生供一杯水，一年之内被杀的海鲜水产，特别现在这边人喜欢吃螃蟹跟龙虾，对不对？各位要经常用水为他们供佛，然后滴几滴出去，然后呢，一年之内被人类吃掉的海鲜水产离苦升天，
啊，佛陀在经典写得非常好，啊，所以各位呢，多在佛前供水，供了水至少一半洒出去，或是跟我一样买一个瓶子，把这个水装在瓶子里面，走到哪里下施啊，啊，念大悲咒、药师咒，利益众生啊。所以佛陀在经典说，佛前供一杯水的功德，等于念了100万遍消业障的咒语。佛前供一杯水的功德，等于念了100万遍的发财咒。水代表财嘛，水也代表净化消业障，所以我们有供水的功德。那我们汉传佛教还有甘露水啊，念甘露水，甘露水真言，这个水可以变甘露，众生喝到可以升天啊，食物吃到也可以升天。所以呢，我们就观想一下，为他们做供养。那做供养的时候，我们会敲法器，这个法器很重要的，敲法器超度不一样的众生啊。敲钟代表什么？破地狱，地狱打开，众生可以离苦。敲木鱼的时候，所有的海鲜鱼类得到超度，要敲木鱼啊。敲鼓呢，那边有鼓，鼓是牛皮做的。一开始很多人出家说，干嘛叫我们敲鼓，我们都已经吃素了，还敲动物的皮，不慈悲。错了，你敲动物的皮，牛羊狗四只脚的动物得到超度。因为有个老和尚堕落成为一只牛啊，因为他在世贪心啊，堕落牛还债，所以那只牛要死之前就托梦给他的住持徒弟说，徒弟啊，师父现在堕落做牛，因为贪心啊，我死了以后你拿我的皮做鼓，天天敲啊，消我业障，让我脱离牛的果报啊，不然做牛好几世。所以我们用牛一敲的时候，代表牛羊狗猫四只脚得到超度啊。那敲引磬呢，敲引磬代表什么？来，断烦恼，发菩提，特别是人天道断烦恼发菩提啊。所以敲钟的时候，等一下我们念啊，你们就锵锵，有人敲鼓，有人敲钟，有人敲木鱼，还有云水板。我们出家人要吃午饭一定要敲那个云水板。缅甸人，这里面有没有缅甸人啊？对对，缅甸最厉害了，他们敲那个云水板，锵锵锵锵，所有狗都会呜，就鬼来了。鬼的狗如果看到鬼，呜，就鬼来了。所以因为敲云水板是代表什么？念一下，恶鬼离苦，鸟群升天。啊，那云水板有两只脚，代表鸡鸭鸟鹅两只脚了超度。那些恶鬼道知道出家人要吃饭了，出家人一定会施食给他们，所以他们就可以离苦了。所以各位，法器重不重要？哎呀，太慈悲了，太慈悲了，太慈悲了啊！如果你了解这个意思啊，哦，你听到法器，内心呢、啊、非常的欢喜。所以刚刚我们到虎墓区就这样一直敲啊，那个外国人就一直看我们 ，What are you doing？ 的，不是卖冰淇淋啊，啊，这个叫什么？来，听即解脱啊！我这一支700年了 啊，所以本来是我们鼓有大鼓小鼓。啊，所以听到这个鼓，动物得到超度。所以我们敲法器的目的是为了六道众生离苦得乐啊。所以大家跟我观想，我们都准备好了十供养。来，各位翻到你的本子好了，请翻到第四页，红色的这本大本的第四页。这一本各位今天读完带回家是吧？第四页，十供养，观想一下啊，等一下要念的，香花灯土果茶食宝珠衣，然后呢，十供养也代表大乘佛教为了成佛累积的资粮，叫十波罗蜜。十波罗蜜，香代表持戒，花代表忍辱慈悲，灯代表智慧啊，涂油代表方便等等。啊，水果代表愿波罗蜜，那我们就今天就不唱，把握时间，因为我们为，来念一下，为父母祖先。
六道有情，冤亲债主，做大供养啊！我们念欣然五分，那各位这么多香啊，花都准备好了，不唱，但是念到嗡阿吽，麻烦各位敲好不好？你老公喜欢吃牛肉，你多敲鼓啊！你老婆喜欢吃鱼，你多敲木鱼啊！你负责帮他超度啊！只要有一个悲心呐、好，来，愿佛法生三宝，慈悲降临，我为父母众生做大供养，供香欣然五分，普遍十方，香愿童子护身藏，鼻观妙难量，瑞霭祥光，堪现法中王。小字演练一下，来，象征戒香，当愿众生心神安宁，身体洁净，三业清净，多闻妙法。再来供花，这个世界你现在要观想，你所看到的每一个东西都变成新鲜的花，不一样的花啊！甚至各位山上一些野花什么花你都要观想，每天都要观想无量无边的花，供养无量无边的佛，帮助无量无边的众生，这样供花。释迦往昔妻子红莲殷勤满献世尊前，受记在当来，法会重念，微笑得真传。敲吧。象征微妙万行，开花结果，当愿众生处世如华，见者欢喜，身长相结，欢喜真理。供香的人鼻子漂亮，喜欢听闻佛法；供花的人脸漂亮，欢喜真理，个性柔和忍辱啊。再来供灯。心灯奉献慧眼重重，轮分七级要长空，法会广寒容，见替成功，天眼正圆明。象征光明，当愿众生眼睛明亮，事业顺利，获正之见，智慧圆满。涂油就是檀香油，或是把鲜花放在水里面，那个水就变成好香啊，变成涂油。哎，泉源滴滴，湖海汪洋，洋之洒处遍十方，点出遍琼浆，普施无妨，心地得清凉。象征甘露水，抚慰众生烦恼，当愿众生身心清净，相貌庄严，远离烦恼，人缘良好。我们念嗡阿吽有好几层意思，嗡就是清净，阿就是无量无边，吽那这个供养变成一种功德，一种力量，或食物他们吃得到。嗡阿吽也代表诸佛菩萨的身业的功德，阿是诸佛菩萨口业的功德，吽就是诸佛菩萨这种菩提心业的功德的加持。那嗡阿吽呢，也代表了嗡就代表毗卢遮那佛，阿代表无量阿弥陀佛的价值，吽代表不动佛转化的功德，所以念嗡阿吽也让众生的身口意恢复清净，消业障，而且具足无量清净无量，他都可以得到叫嗡阿吽。所以各位以后供花供水供香都要念嗡阿吽，变成无量。再来供水果，修因积果行满三千，蟠桃结实几千年，
王母献琼浆，香味清鲜，堪献紫金山。哦啊象征出世圣国，当愿众生远离瘟疫，不受灾害，享受快乐，早证佛国。如果地方有传染病啊 ，H1N1 啊，你只要赶快供新鲜的水果，那这个负面的瘟疫传染病会消除。还有一个很重要，你的先生很喜欢吃新鲜的海鲜啊肉，那你怎么样改变他？那你要买新鲜的水果，盖好篮子，到佛前突然打开，那个味道很香啊！供养佛，然后就消除他对肉味的执着啊！所以要用佛的力量来净化对方啊！再来供茶。蒙山雀舌，独占仙村，赵中有雨片残林，山展退魔君。爽快精神，堪献大能人。哦啊哦！象征清醒，当愿众生口齿芳香，永离可爱，安乐少病，巨大福报。再来供食物。今天我们去两间超市，特别最后一家，哇，好大。哇，好大！那各位，你进去你要嗡啊嗡观想，把那个食物通通融入在你脑袋里面，然后整间给它搬出来供养，这样嗡啊嗡。你要会这样观想，面包店啊、儿童文具店啊、衣服店啊，所有的嗡啊嗡就出去了。啊，所以各位你要会啊，各位你只要看到好吃的面包好香，嗡啊嗡，百千万的好香的面包，他们喜欢吃什么面包？可颂啊、法国面包啊，通通吃得到，吃到他就高兴。先把这个面包替他们供养，然后又把面包布施给他们，所以来供食物。醍醐美味，上妙香弥，圣凡同享总无机，神力妙难思，一波能持，堪献古摩尼。哦啊！象征禅悦妙时，当愿众生力大无穷，寿命绵长，众人爱乐，辩才无碍。供宝物，那各位你要观想，所有最好的黄金、珠宝、钻石都拿来供养诸佛。我现在问各位，墙上的千佛是不是黄金做的？你要说是，因为你要观想。纯粹用黄金做的，啊，大佛像、小佛像，哦，地板都是黄金铺地，七宝琉璃啊，啊，像极乐世界一样，供养诸佛，要这样观想，供宝物。色形隐秘，是真难窥，南经大悲恶无如，高价过虚名，世间稀奇，献上大摩尼。哦。象征法宝，当愿众生消除业障，心得安宁，福寿绵长，永离恶道。这个世间最圆满的宝物是经典法宝啊！所以各位在家里能够供养经典，也送给人家法宝经典，哦，那是最庄严的。包括佛像、佛塔，再来供珠，各位把你的念珠拿在手上。啊，以你最爱的念珠，啊，来供养诸佛菩萨。来，轮王宝贵妙色，圆明卢王兵战有功能，赏予喜难全，妙法灵文持者正无声。哦啊！
正真摩尼宝珠，当愿众生相貌庄严，风度美好，破除见贪，速证圣果。再来共一，你要观想每一尊佛像都披上金缕衣啊，就像迦摄尊者拿了佛陀的衣服，将来弥勒菩萨成佛了，他就把这个佛的袈裟又供养给弥勒菩萨，将来供养所有出家人福田一。来，身携上服袈裟青瓷，积足山中少人知，定力不思议，法会从此奉献福田一。哦啊哦，象征柔和忍辱，出离生死，当愿众生所有安全，不遭破坏，色泽柔美，具有财宝。如果你希望你儿子先生开车永远安全，不要有车祸，那各位就帮他供养袈裟，乃至呢将来有机会哦，出家人他袈裟旧了，你说师父捡一块给我贴在车上啊，把袈裟布贴在身上放在车上，绝对不会遭受破坏啊，不会有车祸痛苦，甚至将来外表庄严，具有财宝。那事实上刚刚念的东西我们念比较快，因为时间不够，那各位将来你一定要用唱的慢慢念，没关系，要观想身携上服，迦摄尊者亲自拿着，现在在鸡足烧了山上要入定无私，六亿七千万年，所以少人知啊，这种定力不可思议，等龙华三会的时候，法会从此要把佛的袈裟奉献福田一，你要会观想啊，就把这个文字你要变成立体的真实的，要这样观想，那你的精神力量才会扩大啊，才会丰富啊，才思想才会坚定，然后这样供养完以后哦，代表什么意思，供袈裟柔和忍辱，出离生死，所以各位你能够去供养别人袈裟，将来自己有机会穿袈裟好不好，那就可以出离生死。大乘的袈裟代表慈悲，所以要柔和忍辱，我们叫忍辱衣啊。然后呢，穿这个忍辱衣就是要保护众生的啊，所有安全。再来要念不空摩尼供养咒，那平常各位这个咒能够背下来，因为你念这个咒，你要开车之前念这个咒，代表做大事供养通通做完了啊，而且呢，帮助六道众生得到供养的功德超度了，所以这个咒也叫上供下施圆满咒。都圆满了，给我念一次，嗡嗡，阿木嘎，阿木嘎，波扎曼那，波扎曼那，班美班扎那，班美班扎那，丹塔格达，丹塔格达，波罗格帝，波罗格帝，萨曼达，萨曼达，扎萨拉，扎萨拉，吽吽，这个咒早上睡醒念一遍，晚上睡觉前念一遍，你过去世包括现世所造的无间业障，杀死父母的业障都可以消除，这个咒。你经常念，将来外表像观音菩萨，声音像观音菩萨，你走过哪里，别人跟你讲话套到你影子，都消除业障，所以我们以上供的功德回向给六道众生，让他们脱离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所以这个咒不空摩尼供养咒，所以我们念三遍。那各位呢，你现在不用念没关系，你还不会背，观想诸佛菩萨欢喜，所以放光六道众生各个离苦来。哦，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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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请翻到烟供仪轨，谢谢。114页，114页啊。我们前面准备了这么多烟，希望大家慈悲，
每天在你家门口点一支，好不好？让波士顿哇旺起来，然后呢，这个烟吹到其他六道众生啊。然后我前面点的这个香，另外点了香粉，这个香粉是药做的，等一下还要加一点药，让那些被杀死扒皮的动物啊，生病死亡了也可以离苦啊。那我们念这个仪轨很短，仪轨很简单，念一下：供养三宝，供养护法神，回向六道众生，回向父母祖先，冤亲债主，就这么简单。如果你不会念仪轨，你知道这样就好了。香点了，供养三宝，供养护法神，供养六道众生，供养父母祖先，冤亲债主，嗡阿吽就插出去了，啊，就拿到外面插了。啊，因为这个等于上供下施，就是菩提心的香了，菩提心的水，啊，菩提心的食物，这样就可以了。那我现在要加一点强力的消炎止痛止血药，为什么？因为那些动物啊很可怜啊，被扒皮。那各位，你点了一点香粉，就给它加中药粉，中药粉啊，这个味道特别好，布施给众生啊。像这三支香里面也有药，各位现在手上拿的那个也有药，闻闻看，它是食物跟药材做的啊，食物跟药材做的。然后点香的时候最好不要用香水的香啊，因为用香水香，像我们今天去红木买不到香，就拿了印度香去了。那印度的香还够香，但是那个味道呛呛的。好，我们念这个仪轨。燃样扛，什么叫燃样扛？燃就是火，你要点香一定要有火。样，样就是水，抗就是空气啊。所以我们要有这三样具足，然后呢才能够点火啊，有香。然后嗡阿吽刚刚讲过了，清净无量转化啊。然后这上面写的供养三宝、护法神、六道众生、冤亲债主，最后希望他们嗡阿吽身口意都清净啊，对证得空性悟无缘啊，入法界性啊，都能够证得佛性。好，大家一起念，手上拿着香，然后呢，这个叫三力合合，念一下自力。佛力、法力、自力就是你相信，你有悲心，你的动机；佛力呢，念佛的仪轨；法力呢，真实有相。好，我们开始念来。燃样康，燃样康，燃样康，嗡阿吽，嗡阿吽，嗡阿吽。如海妙玉清净此云供，供养三根本与轮涅尊，即知除障祈求慈悲度，供养具备功德诸护法，欢喜满足祈求除障碍，慈悲回向六道诸众生，祈愿离苦获得一切乐，回向鬼神冤亲债主者，祈愿熄灭恶意得利乐，一切轮涅众生悟无缘，祈愿三轮清净解法界。好，各位香拿起来，你在家里点了这支香以后，就朝着家里的所有佛像，还有贴在墙壁的佛像，包括祖先土地公，你都要这样嗡阿吽供养供养，上供下施，先从佛菩萨，然后呢神祖先啊，土地公，你家里的家里也有土地公啊，对不对啊？中国人知道地就是，全部绕完以后，就把这一支香拿去外面插在外面点好啊，你要绕之前要点啊，所以各位现在观想一下，你念嗡阿吽观想佛像啊、护法、啊，统统供养到了啊！这边善神来，嗡阿吽，嗡阿吽，嗡阿吽，然后往旁边传，义工菩萨帮我们点香，点在外面了 啊。那这个仪轨，希望大家经常读诵。
那现在加念一个咒，药师咒，因为请翻到82页，因为这个香里面有药，那我特别点了一个药的烟，布施药给他们。每个人都希望健康发财，你多布施药很简单啊，特别是中药，中药粉加一点点很香，布施给那些生病的众生啊。因为如果你的祖先得胃癌死了，他没超度，这个对你很危险，因为他很痛苦，没得找到自己子孙附在你身上或在你身边，就换你得胃癌了，所以会有这种现象。这个叫冤亲债主，亲的债主，因为你是他的子孙，你要负责超度他，要孝顺，没有超度他，就像做女孩子有堕胎胎儿，这个胎儿你没超度他，妈妈就有一些病啊，腰不好啊，妇女病啊来了啊，甚至他会找他的兄弟姐妹，也造成他生病。在佛教里面说有冤亲债主，简单的说，一个人会生病有三种因缘，背一下：业力、鬼神、四大不调。业力就是过去我们杀生吃肉不孝父母，造了一个生病的业，这个业要忏悔，忏悔啊。鬼神就是冤亲债主，附在你身上，附在你身上你不理他，然后就你会生病，所以鬼神要超度，超度。所以各位，你胃痛，你经常胃痛，那你以后超度的时候，你要写个牌位最好，附着在我胃上的冤亲债主。然后呢，法师如果帮他取个名字，皈依最好，皈依佛皈依，然后写个名字，然后法会功德回向给他，超度了，那就 OK 了。啊，所以业力要忏悔，鬼神要超度，所以每天你都点个香，每天都回向给冤亲债主就没有问题。像小朋友晚上哭，很简单的方法，经典有说，拿一点母奶或牛奶，窗户打开，哄啊哄，滴几滴出去，他就不哭了。为什么？因为他这些冤亲债主来找他，还捏他屁股呢，变绿绿的，那晚上就发烧。所以《地藏经》有说，妈妈一生小孩，那些鬼就要来找吸这个胎气了。啊，所以要诵《地藏经》，那佛经都有说啊。所以小孩子最好的方法就帮他布施牛奶，或是各位到超市去买那些小孩子喜欢吃的麦片牛奶，然后去布施，替他布施给那些鸟吃啊，就回向他的小孩子的冤亲债主，啊，这很简单的方法。第三个四大不调，那你就要看看医生，运动、晒太阳、吃中药，叫调整地水火风。所以一个人生病的三个因缘背下：业力、鬼神、四大不调。业力要忏悔，鬼神要超度，四大要调整啊，就调整你的地水火风啊。中医就给你按按脉搏啊，吃什么药啊，调整火啊什么，那身体就好了啊。那我们现在就为他们念药师咒啊，药师一鬼，因为今天没时间，平常你有时间从80页开始念药师七佛、药师记、奉请12药叉大将，然后呢，我们现在直接念82页药师灌顶真言。那各位升起大悲心，你在念药师灌顶，药师佛就在我们头顶，或是你就是药师佛。前面这些地狱鬼道出生到被砍、被杀、得癌症、生病了、贫穷的，在我们面前，那我们念药师咒，又给他药。我今天要为他供养，明天替他放生，他们就可以离苦了。离苦你也离苦了，念药师咒来。那么摩揭摩尼毗沙僧俱卢毗卢尼婆罗摩诃那世耶耽那揭多耶阿那吽帝萨埵萨婆多耶那揭那毗沙僧毗沙僧毗沙僧萨摩揭谛娑诃那摩摩揭摩尼毗沙僧俱卢毗卢尼婆罗摩诃那世耶耽那揭多耶阿那吽帝萨埵萨婆多耶那揭那毗沙僧毗沙僧毗沙僧萨摩揭谛娑诃那摩摩揭摩尼毗沙僧俱卢毗卢尼婆罗摩诃那世耶耽那揭多耶阿那吽帝
三藐三菩提耶，当知道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萨摩揭谛娑诃。啊，今天我们有机会去护目，要观想我们今天去的三个护目，他们都得到药供啊、烟供啊、今天上供啊，所有功德。所以我们早上是结缘呐、啊，晚上是带他来啊，可能超度了，就要帮助他们了。来念一下药师佛心咒，来，对啊，他嗡贝康吉贝康吉玛哈贝康吉让扎萨摩嘎帝娑哈帝啊，玛哈贝康吉让扎萨摩嘎帝娑哈帝啊，他嗡贝康吉贝康吉玛哈贝康吉让扎萨摩嘎帝娑哈。消病咒，各位用你的手摸摸自己生病或妈妈生病的地方。希望这个病苦消除，念一下：嗡悉尼多，悉尼多，金吒尼达摩。手摸摸你生病的地方，我妈妈生病的地方。嗡悉尼多，悉尼多，金吒尼达摩诃。嗡悉尼多，悉尼多，金吒尼达摩诃。现在我们要念辨识咒，把我手上的面呐、啊。稀饭、牛奶、饼干化为甘露，无量无边，都要拿去外面，然后布施更多了。除了有烟供啊，还有水，还有真实的食物。等一下，各位，还有布施那一瓶水给他们。各位念一次二十八页辨识咒，来，那么，萨瓦，那那一朵，波罗之地，嗡，桑巴奈，桑巴奈，吽。你只要念这个咒，各种食物就化为甘露，不然他们吃不到。化为甘露吃了还可以升天啊，离苦，那你也得到健康哦，种种的功德啊。所以我们要念三遍，各位不会念没关系，下回慢慢练习。但是你要观想外面很多烟供，现在食物化为无量无边烟供来。那么萨瓦那那依多波罗之地，嗡三本来三本来吽。那么萨瓦那那依多波罗之地，嗡三本来三本来吽。然后前面的香都要化为甘露，所以大家我们会对着那个香念一遍。以后各位不会念也没关系，为什么？你负责点就好了，你就可以上供下持。念是那么萨瓦那那依多波罗之地，嗡。三不来，三不来，轰！那么萨瓦达那多瓦罗之地，嗡三不来，三不来，哦，好，各位把你那一瓶水拿起来，用这一瓶水也化为甘露给他们呢、啊。先打开，然后呢，为了要布施给他们，先为他们供养啊，念一下啊，来，水有八德。为六道众生供养诸佛，消除恶业，六道清凉。嗡啊吽，然后我念一次，各位也点一支一滴水来。恶鬼升天，海鲜离苦，众生消业，人类得福。嗡啊吽，嗡啊吽，嗡啊吽。那现在要念甘露水真言，各位负责滴六滴。那六滴呢？布施天道、人道、阿修罗；布施地狱、鬼道、畜生道，充满甘露，好不好、啊？让六道离苦。然后念甘露水真言，各位就点六滴水来。那么说罗波耶，那那耶多耶，那只那嗡说罗说罗本来说罗本来说罗那摩诃。那么说罗波耶，那那耶多耶，那只那嗡说罗说罗本来说罗本来说罗那摩诃。那么说罗波耶，那那耶多耶，那只那嗡说罗说罗本来说罗本来说罗那摩诃。然后观想你这个水变成牛奶、母奶，前面有堕胎胎儿的牌位，大家也为他们点几滴，然后希望我们的堕胎胎儿、妈妈的堕胎胎儿、祖先的堕胎胎儿都超度了，给大家点几滴来。嗡啊吽，嗡啊吽，嗡啊吽。
好，把盖子盖起来。这一瓶水，我希望各位今天从千佛寺回到你家，沿途洒几滴，好不好？让波士顿哇充满甘露啊！然后你也可以留一半，明天再洒，然后你又再给它加水再洒，你变成观音菩萨了。天天洒甘露，利益众生。翻过来30页，我们要把食物布施出去，普供养。30页来。南无耶耶那三宝哇万智奈何，南无耶耶那三宝哇万智奈何，南无耶耶那三宝哇万智奈何。十无遮念晚上来，汝等鬼神众，我今施卢供，此时遍十方一切鬼神供。右手朝下流出去，流到南极，流到非洲，流到地狱，充满甘露。让欧摩利林说哈来，欧摩利林说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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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页，虚空藏众，各位不会念没关系，负责想，他们要衣服，要房子，要黄金珠宝，要车子，要什么样都具足了，只要他们想虚空的宝藏，他们都得到了。来，那么萨瓦丹那格那班亚比修蒙根贝萨瓦丹卡乌根贝萨瓦人那一曼根根那康索海，那么萨瓦丹那格那班亚比修蒙根贝萨瓦丹卡乌根贝萨瓦人那一曼根根那康索海，那么萨瓦丹那格那班亚比修蒙根贝萨瓦丹卡乌根贝萨瓦人那一曼根根那康索啊。再来念一下南无不动如来。南无不动如来，这个咒很重要，以后各位把它背下来，念这个咒堕胎胎儿超度，自杀的也超度，要被杀的牛羊你看到它了，赶快给它念一遍，它等一下不得不被杀，但它被杀的过程不会痛。然后呢，这些这辈子都做坏事的人，死之前听到这个咒，他就不会下地狱轨道畜生道，所以你会念，你也不可能下地狱轨道畜生道。爱生气人要念这个咒，因为不动佛是修不生气，如如不动而成佛的。那如果你很喜欢生生世世长得很漂亮很好看，更要念这个咒，因为不动佛的妙喜净土每一个都长得很庄严很好看啊，因为他是修不生气的。所以各位念一遍，那么31页，在哪？在呀呀，嗡，刚刚你，刚刚你，罗扎你，罗扎你，坐到你，坐到你，扎上你，扎上你，扎地汉呢？扎地汉呢？沙瓦干嘛？巴朗巴朗，南美，达瓦萨多耶，南卓耶，苏哈，那呀，大宝法王。第17世大宝法王噶玛巴，他就是不动佛的化身，所以他在世界各地推广这个无嗔大悲心的不动佛心咒，他是对我们来讲非常好，我们可以断嗔恚，可以消三恶道，可以超度啊！所以各位，只要出阳光、吹风、有水、有沙、有米、有食物都可以，你只要念到这个咒，一撒出去。他们都脱离三恶道，所以你去市场，你去超市，看到很多鱼啊，很多肉啊，在那边卖啊，你给他念个不动佛心咒，吹口气，他们就超度了，啊，所以慈悲的人就慢慢的念这个咒，啊，所以我们要念3遍。那各位你观想就好，麻烦你观想你的祖先堕胎胎儿过去吃掉的动物，甚至你观想到地狱道、恶鬼道，啊，集中营。那些被杀的所有的得到超度，特别堕胎胎儿来。那么人呐，这样呀，我看看你，看看你，落在你，落在你，坐在你，坐在你，站在你，站在你，
萨利安那萨利安那萨瓦噶玛巴拉巴拉萨弥萨瓦萨多南多苏哈，那摩日那遮耶耶，唵冈嘎尼冈嘎尼，罗萨尼罗萨尼，多萨尼多萨尼，萨萨尼萨萨尼，萨利安那萨利安那萨瓦噶玛巴拉巴拉萨弥萨瓦萨多南多苏哈，那摩日那遮耶耶，唵冈嘎尼冈嘎尼，罗萨尼罗萨尼，多萨尼多萨尼，萨萨尼萨萨尼。萨利汉那萨利汉那萨瓦噶玛巴拉巴拉那美萨瓦萨多南多梭哈。三十二夜为他们念七佛如来，让他们听闻就脱离三恶道。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胜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身如来，南无离部位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胜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身如来，南无离部位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胜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身如来，南无离部位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我们观想西方极乐世界，百千万朵莲花，接着父母祖先，接着所有往生者坐在莲花，他们坐在莲花外表就跟阿弥陀佛一样，所以各位要练习观想。我们念佛的人一定要多观想极乐世界，观想阿弥陀佛。那平常呢，消业障，累积功德，多做好事。第三个，发菩提心，多念菩提心。第四个呢，做什么善事都要回向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我们这样观想啊，甚至在我们千佛寺也有往生者的牌位，我们的祖先。愿千佛寺所有功德，今日所有功德，愿他们往生净土。那各位这个时候你要特别观想父母，来念一下：父母祖先，七世父母，流产胎儿，冤亲债主，身上病苦，冤亲债主，同享功德，往生净土。啊，往生净土，只要你相信，相信，发愿，我相信阿弥陀佛。我相信极乐世界，我愿意去，那谁都可以往生净土，啊！所以各位，这个往净土法门太殊胜了，啊！你所以去帮人家助念很重要。我们现在每个人，包括我，哪一天都要走的，都要脱离这个身体的。但是你相信阿弥陀佛，你有在念阿弥陀佛，你愿意往生，一定往生。但是品位高跟低，看你这辈子做的功德大不大。啊，如果你这辈子是发菩提心的，那就上品往生。所以，但是往生净土一点困难都没有。啊，所以我经常去坟墓、屠宰场就观想极乐世界，观想。然后，因为他们如果在受苦，哪里都好，光明的世界谁不要？对不对？阿弥陀佛就要来接引他，他们就可以往生净土。所以大家一起念回向偈啊，观想父母祖先六道有情同生净土来。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那希望大家每天都念个刚刚讲烟供仪轨一百十四页，乃至这个甘露施食，从二十四页开始念。然后呢，也十分钟念完了，你就用一杯水加七颗米，一点点面包也没关系，念一念就拿出去外面，啊，或是你已经点甘露香了，拿到外面给他念一念。然后呢，这是慈悲，这也是佛教徒对社会、对世界的责任。所以释迦牟尼佛学佛的人应该要施食，应该要帮助这些看不见的众生，不分在家出家。如果你不做，那就不慈悲，啊，那不慈悲就不是大乘的佛弟子了，那就可惜了，啊，所以我想，在家还没有学佛，还会拜拜门口，
出家以后不拜了，很奇怪，啊，那出家不是说出家，就学佛以后更要慈悲。那慈悲的人最快乐，所以佛陀说，如果你经常施食，哪怕七颗米、一点点面包、几滴水，你可以得到什么功德呢？29页，我们再念一遍，施食。如果你真的都不会念，至少念这三个字：嗡啊吽。啊，当你拿一点点面包、米或水撒出去，就是嗡啊吽，然后你就给他念阿弥陀佛，念嗡嘛呢呗咪吽，这最简单的吧？啊，走到哪里都可以做。那你得到这些功德啊，念一下29页，念辨识咒，布施一点点米啊，食物啊。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去超市买了很多食物，到坟墓区为他们上供。念完以后，下次把饼干布施在坟墓区啊，那些鸟来吃啊，对不对？那些坟墓区众生太快乐了，对不对？自己子孙没有来拜，只有中国人来拜，因为我们懂啊，我们是佛教徒啊，对不对？我们就要去让他们升天呢、啊，我们华人懂了这个道理啊，对不对？那个饼，我们今天还买麻油，你知道那个麻油倒在那个地上，风一吹，整个坟墓都是麻油味啊，香啊香啊，那个麻油太好了，啊，麻油不会坏，太阳越热它越蒸发，风一吹，好香，连那个外国人都问了，那个是什么味道？好啊，麻油啊。布施啊，那所以29页功德一，你讲受者的利益有三：一，能具足饮食，皆得饱满；二，恶鬼升天；三，婆罗门仙诸根具足，圆满吉祥。二，施者的利益有十：一，具足无量功德；二，寿命延长；三，成就供养无量如来；四，颜色鲜洁；五，强记；六，夜叉罗刹鬼等皆位；七，心得清净；八，正梵天威德；九，余诸愿敌常得胜；十，三宝意念诸天永护。可见经常施食并念诵辨识真言，对受施者与施食者皆能获得大利益啊。所以你七颗米，一点点面包，你每天要吃饭，那你就挖一口饭，至少七颗就好了，然后放在瓶盖或直接窗户打开树下嗡啊吽，好不好？嗡啊吽，我们再吃。所以我们要吃饭之前一定会先供养三宝，供养祖先。那很多人说你还没有吃素，没关系，至少那碗饭是素的吧，对不对？那饭拿起来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父母祖先、供养七世父母、供养冤亲债主，这个要会背哦。然后再供养一切众生，就拿一点点嗡啊吽，窗户打开布施一下。来，再念一次，来背一下，来供养三宝，供养护法善神，供养历代祖先，七世父母，冤亲债主，供养一切众生。然后你就拿一点点，然后就嗡啊吽，对不对？然后呢，拿出去以后，阿弥陀佛。那这样一吃一个饭就在供养三宝下施了，吃一顿饭就不离开菩提心了啊。那如果你还没有吃素，就对那个饭菜，对那个菜念一下嗡嘛呢呗咪吽，这样把它超度一下再吃，超度一下再吃，对不对？他就不会跟你结仇，你也不会先跟你超度了，对不对？当然能够吃素最好，还不能吃素，至少你懂了超度他嗡嘛呢呗咪吽啊，希望你脱离轮回啊，然后再吃，好不好？那你不要说哦，我会念了，哦，我就可以大吃了。哪一天他过来吃你，你就吓死，癌细胞啊，腿断掉啊，什么要割腿啊，那划不来。所以那至少现在你懂得做嘛，对不对？因为你在供的时候，这碗饭素的，那要为他们上供下施，超度他们，这样比较好啊。
好，再来念甘露水真言，滴水。那么娑罗波罗蜜多罗大智龙娑罗娑婆那娑婆那娑罗娑婆诃，或是你念嗡阿吽，有16种功德，29页。下面念一下：一、寿命长远；二、颜色舒美；三、气力充盛；四、心常欢乐；五、辩才无滞；六、恒无吉祥；七、口中相结；八、人皆敬仰；九、天神侍卫；十、披奢遮轨现行攻击；十一、身无疾患；十二、威德如王；十三、恶人恶鬼间接升起；十四、得千轮王符；十五、梦见诸菩萨罗汉；十六、所生之处世界震动。好，所以一杯水，我希望各位一杯小小的水，七颗米一点点饭，轰啊轰啊就拿去外面，那你可以得到这么多功德，何乐不为呢？啊，那很多人说我怕鬼，你不要这样想，因为呢，你对他好，他永远不会侵犯你，尊敬你，啊，保护你，甚至他升天呢，更满你的愿，啊，所以有痛苦的鬼，因为你会帮他念心经，阿弥陀佛，他升天呢，哇，他就来保护你，他去极乐世界了，那你更有功德啊。但是，那各位住在这种外国地区，然后施食的人少，你会做那更是慈悲。那各位前面都有前花园后花园，你放哪里都可以放着，那些松鼠小鸟也会来吃，蚂蚁也会来吃，那你就可以跟很多众生结缘啊，做到很有兴趣，以后出门开车就要带一把米，窗户打开嗡啊嗡嗡啊嗡，洒洒水洒洒水啊，等一下要各位带一只这个回去，你不会念经你会挥就好了，因为这里面就是经典咒语佛像都在上面，所以西藏人把它挂在很高的，挂在很高的，那我们中国的经典可以印得更好。那各位这怎么收呢？你打开以后要收，这边里面有一条线，你要穿过去，好，这样卷起来好不好？卷起来以后带着很方便，以后去超市顺便拿出来挥一挥，里面都是肉，肉到医院挥一挥，今天回家你就要先挥了，先到厨房挥一下超度啊，冰箱打开再挥一下超度啊，餐桌挥一下，你老公来挥一挥啊，超度你啊。所以这里面就是我们放生烟供，你不会念都已经刻在上面了，你挥一遍等于念十亿遍呢，十亿遍啊。然后呢，所以各位我还是鼓励各位，外国人把湖牧区当公园还在那边散步呢，那你也可以去散步啊，洒洒水米啊，就给他挥一挥超度，教堂对不对，带进去，因为印得很漂亮啊，就是平常收很好收，功德很大，那这个就是一种慈悲啊。因为经典说这个风一吹，下面的众生永远脱离地狱道鬼道畜生道，太慈悲了，所以在很多人的地方一定会挂着挂着，所以不丹人啊、尼泊尔人啊、西藏人啊，他们懂了这个道理，他们挂在山上，对不对？所以底下的人啊、水啊、树林啊，那个地方就很清净，所以你去不丹、去西藏会觉得那个地方很干净，对不对？因为没有鬼嘛，众生超度了嘛，啊，所以你去海鲜市场，你最好也慈悲带去啊，啊，那些海鲜挥一挥，给他超度一下，嘴巴念个嗡嘛呢叭咪吽，很慈悲，对不对？念个阿弥陀佛，这样很好。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达到无我的空性，达到慈悲利益众生，更要随时收看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要让慈悲变成一种习惯，就好比平时吃素的人，一旦不小心吃到荤食，身体一定会感到不适。